好，重新装完之后，我们再测试，加酒精，酒精也不用加得太满。然后加上酒精之后，在这个金属丝的灯头上加一点点酒精，这样呢，方便它燃烧。这样就可以了。酒精灯的远近会影响它的转速，啊，太近也不行，你看，太近也会停，太远了也不行。就在中间的有一个范围，有一个范围就可以保证它运转。